远景放轻脚步，在洗钱水房门口集结，眼见手势一下破门攻坚。撞开大门，屋内男女看到警方攻进来，惊声尖叫，四处逃窜。警察要动！警察要动！警察！警察！警察！下一步直接往房间冲，逮捕主谋。趴下！趴下！趴下！不要动！这名刺青的林姓男子自称是新竹风飞沙帮派成员，另组诈骗集团与共犯诱骗公持有公住，引街友上当后将对方关押拘禁，而银行账户则被他们搜刮作为非法转账洗钱户头，直到账户被银行示警，警方警觉不对劲。在地的里长报为失踪人口，那我们研判这高几率是遭到诈骗集团施行拘禁，拘禁的过程带他到银行开立账户，然后来作为诈骗洗钱转账之用。警方在洗钱水房中搜出了100多万非法所得，价值300多万的劳力士，还有平时嫌犯带的超粗金链条，重达7.6两，价值60万。警方透过受害街友向上追踪，将风飞沙帮派成员组的诈骗集团连根拔起。幸好街友被嫌犯释放后平安归来，没有受伤。三立新闻邱瑞阳。